Hello，大家午安。Hello，阿元、艾拉，你好。午安，大家午安。Hello，大家午安。午安。必须推平衡。Hello，阿华北极星，午安。阿奇，午安。今天迟到了，因为太晚开始化妆。我现在化妆速度变很快，现在化妆不用半小时就可以化完简单的妆了。根本挑战极限！我今天32分了吧，才开始化妆。谢谢志宏的熊抱啾啾，谢谢志宏，谢谢志宏的熊抱啾啾。Hello，大家午安。林岩你好，听说我今天，听。昨天好像昨天晚上吧，我的握手会第四部出数字了，谢谢小轩送的 Pop Cat，昨晚出数字了，谢谢大家，希望可以赶快看到它卖完，希望可以赶快看它卖完，剩44张，哇，那大家要赶快了，我的第二跟第八部都满了，目前第四部剩40几张。速速完售，希望看他速速完售。谢谢阿奇送的掌声鼓励。我的刘海差了几根，会。哎呦，怎么那么参差啊？谢谢博文送的掌声鼓励，谢谢博文。谢谢博维，平安去上班了，拜拜！志宏上班加油！谢谢大家让我握手会出数字啦，谢谢你们！谢谢阿华的一封信，谢谢一晨的爱心气球，谢谢。Hello，嘉维你好。嘉维你好，小白你好，曹风敏你好，Hello，今天天气好好哦，今天礼拜一，大家都在干嘛呢？上班，Blue Monday，谢谢阿元的爱心气球。谢谢阿元，谢谢。有太阳，可是还是冷冷。这种天气不是最棒了吗？就是很像日本的天气，有太阳但是冷冷干干的那种。我最喜欢这种天气了。谢谢志宏的爱心气球，谢谢博云的梦幻星座研究 Switch 哦，你也买了对吧？你饭水偶像也买，直接买了一台 Switch，但我也还在研究中。我昨天晚上的时候，12点多的时候吧，在打那个 Tetris，然后那个时段超级难，但我昨天最好的成绩打到18名，很厉害吧？我在很难的时段，在很难的时段，它真的是一下是一下卡卡。有吗？嗨，Hello，大家，有了吗？有了吗？有了吗？希望他可以顺顺的。有了吗？我刚刚整个重开，等了一下。有了，有了，太好了。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谢谢阿华，谢
谢谢博威的掌声。有吗 ？Hello， 我用平板直播，有吗？看角度有点不一样，因为是平板。有吗？今天是不是？有吗？我比较想要他这个角度，可是我立不起来。谢谢博威的掌声鼓励，谢谢博威。有吗？有吗 ？Hello， 嗨嗨。好像好了。因为我手机太烫了，没有办法播，所以谢谢 Park 桑的好忧伤，谢谢 Park 桑。谢谢逸晨的爱心气球，谢谢博云的梦幻星座。手机有打疫苗吗？可能我刚刚一边充电吧，它刚刚很没电，所以很烫。谢谢 LWJ 的枫叶，谢谢 Hello 佩佩你好。那我不确定平板的画质有没有办法呈现的跟手机一样，但是应该还行吧。大家是清楚的吗？我的脸超级可爱。Hello Killer 你好。谢谢中影的爱的小熊，现在用平板，对，现在用平板。谢谢佩佩的我来签到，谢谢佩佩。安安，谢谢圆滚滚的幸运四叶草。是清楚的，不过手机好像画质好一点，一定的吧，声音比较小声，画质不一样。阿德你好，好饿哦。我起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我好饿。嘿，谢谢福福猫的幸运四叶草，谢谢金柚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他已经点了午餐，还没送到，等一下送到了再吃一下。哎，你知道几点餐到吗？不知道，你可以看一下吗？哦，今天吃什么？刚刚跟切晃一起点的卤味，哎，已经到了哎，好像去拿一下。哎，那你要直播吗？已经到了我的卤味，我下去拿，那你来帮我代播一下的。谢谢，哎，顺便拿 Switch 进来，谢谢。还有猫咪呢？猫咪也要带进来。龙龙嘞？啊，我都不用在这边。龙龙，龙龙可以。快送到了，原来是你啊，原来你是外送员啊，坤坤。谢谢李真的 Popcat， 谢谢李真。龙龙坐在椅子上就可以的。我刚刚讲到那个啦，我昨天在打 Tetris， 对，然后晚上12点打，
结果我那个时段超级困难，他一下子就加一排石头，你知道吗？然后我昨天就打到18名，是我最好的记录，很厉害吧？叫智龙下智男，谢谢博维的掌声鼓励，谢谢博维。哎，我发现我这样可以一边直播一边看我手机的讯息嘞，好像用不同装置播也蛮棒的，可以看不同的讯息。我现在在看李佳丽她传的讯息，她昨天他们的妹妹生日，哎，她蛋糕也太可爱了吧！我看到就是李佳丽跟李彩杰，她还有一个妹妹叫做 QQ， 对。然后他昨天12岁生日，哎，他蛋糕也太棒了吧！他因为他妹妹好像也是很喜欢 BTS 吧，他蛋糕是 BTS 的，太厉害了吧？不是吧？他这个蛋糕太厉害了吧？我给大家看，把他妹妹的脸遮起来，你们看这蛋糕，哎，我也想要这蛋糕，是 BTS 玩偶蛋糕，哎，太精致了吧？居然还可以这样定做哦！好厉害哦！我也想要这个蛋糕，不愧哎，真的不愧是李家哎，什么都做得出来，好猛哦！他们的蛋糕跟我家的蛋糕好像长得不太一样。生日该爆蛋糕，这是蛋糕跟我就是平常的蛋糕好像不太一样，跟我平常过生日的好像。果然是李家，好厉害哦！听汉秋，我今天吃红油抄手面，太想吃了。李佳丽传给我一个红油抄手面的照片，我来回应一下他讯息。我说这蛋糕太厉害了吧 ！Hello， 想要吗？我送一个给你，好像不错哎。昨天地震平衡有感觉吗？有，当然有啊！我昨天地震的时候好像在公司，然后要拍个东西吧，然后就坐在那边等，结果就突然地震，然后我就吓死了。是，我觉得蛮有感觉的，或许可以做个平衡的样子。谢谢安的 Popcat， 昨天有地震，晚上的时候大概9点多吧，我记得。然后昨天我跟李佳丽在公司也是一起要等拍摄，然后我们就去买晚餐吃，然后他就买到一个，因为他昨天就跟我说他很想吃红油抄手面，然后好像有一家卖完了，那就买了另一间的干面，然后他就很辣你知道吗，他就喝了2瓶奶茶，然后吃完跟我说好饱，他买到了一间很辣的干面。说到李佳丽，我刚刚差一个字，这么晚还在公司，对，昨天好像拍到快11点才回家，耶！我的卤味，我昨天就超想吃卤味的，可是公司附近好像没有卖。那我要先拆个牙套，大家可以等我一下吗？我可能要先去拆一下牙套，好晚了，好卤味。辛苦了，行。谢谢李真的 Popcat， 可以在镜头前面拆吗？可是我没有洗手，手有点脏。去吧去吧，好，大家等我一下。我起床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然后现在吃的第一餐就卤味，吃这么咸是可以的吗？ Hello， 我的今天
天第一餐这么咸是可以的吗？今天口红色号感觉好气质，真的吗？谢谢。这是好像是 YSL 的九十几号吧？97吗？哎，76号，76号。龙龙呢？在隔壁。可是我怕他生气。不会不会。他前几天才把他主人抓受伤。还好，你去抓。加上你的甜就装好了。我先吃饭好了。我想先吃，你先去抱龙龙。哈，你想先吃，我去抱龙龙。我去看看，抱不抱得了他。爪子，我害怕。他现在那个姿势不好抱，他侧躺不太好抱，然后我拨他，他就伸爪子。他在晒太阳，他在隔壁晒太阳。谢谢吃货小敏的红玫瑰，这都不辣的吗？嗯，赞赞你，好多哦，好饿。没有卫生纸哦，谢谢。居然伸爪子，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他不给抱，对。点了什么呀？海带味好重哦。伸爪怕怕，来吃饭喽。吃起来。老大午安哈喽，首胜哥，你好。我的角度是不是怪怪的？然后再放后面一点，这样才不会脸太大。谢谢吃货小米的 Pop Cat， 吃。好吃吗？好吃。大家都吃饭了吗？这时间应该是吃饭了吧。刚吃完麦当劳。正在吃。喜欢豆皮，豆皮好吃。醒来接着看直播，卤味点了什么料？其实不是我点的，是切换点的，因为我刚赶着化妆，完全没时间看。谢谢首胜哥的看好你啊！好像有香菇、甜不辣、豆皮、豆腐、海带、青菜、蒟蒻。嗯，有甜不辣吗？有，可是卤味的甜不辣我可以，因为它。就是在众多料之中只有一点点，所以可以。可是上次那个是甜不辣里面全部几乎都是甜不辣，那个就不行。要看看分配的比例，取决于我喜不喜欢这个甜不辣。大家有没有推荐哪一间的卤味啊？有没有你们觉得吃过最好吃的卤味？
品涵竟然吃诗雅同类。外面卤味不都连锁的吗？你们没有最推荐的？三顾茅庐哦，三顾茅庐好像吃过一次。品涵喜欢汤的卤味还是干的？我喜欢干的，因为我觉得汤的太烫了，所以我喜欢干的。热卤还是就是这种热的，这是热的吧？对，热的。它那比较好吃吗？我喜欢干的耶。来放个音乐，我想吃哦。我很想，我也很饿。可是我也很，我想放 Twice 的新歌。好，你知道吗？最近 Twice 发新的专辑，然后我超喜欢那首新歌的，叫做 Scientist， 超好听，超级好听。我今天会一直循环播放那首，那是我的爱耶，而且 MV 也超可爱的。平常什么时候自己煮饭？嗯，下辈子吧。吃过最喜欢是以前学校外有个大叔卖的，可惜已经倒了。你很喜欢活泼的粉丝，还是会讲奇怪话的粉丝？嗯，哇，小心不要滴。谢谢卡木你的爱心气球，只要是粉丝我都喜欢。我怎么突然那么窝心？只要是粉丝我都喜欢，来者不拒。至于如果是真的很奇怪的人的话，总有办法克制他的。我也喜欢品涵。卤味里的粉丝没有，我卤味里没有粉丝，只有菊落。还是你们想当菊落？真的很好听哎，我这几天一直在听，而且 MV 我也超爱，好可爱哦！我想学这首的舞蹈。谢谢阿华的行李箱，等我比较不忙的时候我来学一下，最近有点忙，小忙，对，因为要公演了嘛。然后还有记者会嘛，对，17号，大家有抽到记者会吗？还是还没公布？还没有，还不知道人选。这是阿华的行李箱，然后当品涵的所有，没抽到吗？分母部分。没关系，应该会有那个吧？没有那个吗？就是可以看线上或是一些影片之类的。记者会应该会有什么片段吧？有线上，对，有线上。品涵都吃重咸吧，颜值高。我被取悦了，我好容易取悦哦。谢谢你的笑话。谢谢你的笑话班长。线上索票，大家可以如果没有抽到的话，可以看线上的。我要当薪水小偷。需要试气啊！平安买自己贴的吗？我不是自己买的，是别人送的。
有小萌新一抽入魂，真的假的？那到时候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一下。是因为平衡才追 Team TP 的，开心吗？谢谢你，免费仔，我是免费仔啊，能省则省嘛。然后我今天这卤味叫了多少钱？270。我能省则省，然后卤味一餐叫了275。没办法，还是要吃的嘛，吃的开心最重要。可以用贴图三连拍吗？可以啊，我可以留到最后指定。吃的不能省。且吃货产品的一封信，但其实还不到一张嘴。275是你自己吃还是切换一起？切换一起啊。Sorry， 我的倒了，天旋地转。切换才275，好便宜！真的耶，有它才275，这样算起来好像就蛮便宜的。这面有点干呢，它里面有汤吗？是不是应该沾这个酱汁？这面有点干，就跟我讲话一样，有点干，好笑吗？大家，这样够切换吃吗？应该够吧。谢谢命的看好你哦，谢谢思豪掌声鼓励。笑了，谢谢柯基宇的红玫瑰。哎呦，要加这个酱，想问平衡贴图除了自己最喜欢谁的 pose？ 我喜欢傻眼，我喜欢傻眼那个，然后还有什么？你在看啊？什么不行？婷丽有一个，不是，是柏林。欸、哦，不是，还有婷丽有一个、啊、这样子那个叫什么？没什么大不了。哦，没什么大不了，对，我喜欢不行，没什么大不了跟傻眼。傻眼是谁？雨林，我觉得傻眼很实用，所以蛮喜欢的。可以问平常觉得自己比佳丽可爱吗？嗯，这还用说吗？没有啦，不同氛围。但我觉得那个可爱感是不一样，我觉得佳丽是。就是怎么说，他的打扮氛围啊，什么就是妆法很可爱，然后好啊，这样讲不太对，人也很可爱啦。但是我就是那种天生身材小小的那种，很像小动物的那种可爱，不同的可爱。我觉得我是因为外在影响很大的那种，就是很难看到这么小只的女生会不觉得她可爱吧的那种。就是外在会影响观感吗？别人看我的观感，但其实我内心没有那么可爱。对，但佳丽是就是她从内心都是散发是可爱的那种女生，她是真的就是内心也很可爱的那种，就是很梦幻公主。她是由内而外，但我是
就是外表影响了我的一切，其实我内心不是可爱的。这礼拜公演终于可以看到平安本人了，终于，这次是线下公演，大家应该都有买到票吧？你们这次也要大声的帮我喊扣哦！这次是线下了，应该可以尽力喊扣了，不用怕影响到线上的大家，可以更大声的喊。第一次为什么会看到平安时觉得超可爱？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可以开始很自然的，就是呛李佳丽了，是不是真的朋友才可以这样？变朋友就可以了。以前都会很担心怕伤到，但现在就是可以就是很开玩笑的那种。真朋友。他最近对我好像也是已经，很好笑。在对彼此零尊重的同时，你们已经是朋友了。这种豆腐是什么豆腐啊？豆皮豆腐吗？汤包豆腐？油豆腐？是吗？嗯，今天也是员工行李了吗？油豆啊，它是油豆腐。那种豆腐很容易吸满汤汁，很好吃。期待这周末的公演跟大家见面，因为我减法后第一次公演。我不是说剪短发，我是说就是上一次去烫直跟修短之后，第一次公演，因为这是我最短的头发，所以算是我最短头发的首次公演。今天要上班。然后17号的记者会，如果有在现场的大家也要记得帮我们加油哦。然后如果看线上的大家也可以多多留言。公演要等下一次。该不会这次 MC 都围绕着白蓉吧？你们期待一下吧。我觉得这次 MC 的主题蛮 ，MC 漫主题蛮好笑的，蛮有趣的啦。我今天好认真的吃哦，真太饿了。等你排休一定去找平安，等你哦。等12月公演是明年3周年演唱会。真的海豚，谢谢海豚的一封信。请在这个短发的梦之中造型，感觉会很帅。我觉得这种长度的独自度应该也会蛮好看的。因为就是完全露出，比之前更短，而且可以看到一点点脖子吧。谢谢海海的 pop pet。谢谢佩佩的一封信。次背，这次进阶闹脖子。现在吹头发是不是快很多？超快，大概5分钟吧。
完全露出来，听起来很香。欢迎本周末再来补充能量，补充小偶像能量。有拔牙真的很难吃香菇哎，你以前大牙套会吗？嗯，忘了，就是因为菇类你知道有一个嚼劲，就是有一个韧性嘛，就不太好咬断，然后我现在有空洞都很容易塞到那个缝，不太好咬香菇。香菇啊，你说香菇吗？完全不想回话。品涵可以来我们店里吃饭吗？你是在什么店上班？对啊，如果是很好吃的，好像可以去一下。你在哪里上班？觉得肉跟菜还有香菇都超容易卡。金针菇我已经不太吃，因为本身就不喜欢，金针菇也很容易卡。餐饮店在景美的哦，海南鸡饭，想吃好像不错哎，有机会的话我去试试看。肉皮好好吃哦，你很懂点呢，是不是？你知道卤味里面有个东西叫蛋肠吗？超爱，超好吃，可是好像台北比较没有，对不对？就是基隆名产。对，因为大家有知道蛋肠是什么吗？就好像是肠，然后里面灌蛋，然后就一个一个的，有点像马卡龙长的，然后黄色这样一小球。台北都没有卖，我那时候在基隆第一次吃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吃蛋，然后就超喜欢。但是在台北点卤味都没有遇过蛋肠，就是没有这个选项，是真的很好吃。如果大家不是就是可能住在台北没有吃过的话，下次有机会去基隆点卤味一定要试试看，是真的很好吃，叫做蛋肠。煮了会膨胀，那个好像是，对对。你知道景美在哪里吗？我知道啊，景美就是在景美女中那边。那是木栅是吗？木栅那一带是吧？你看基隆最推哪间卤味？我很喜欢我们家楼下的，可是我就没办法讲哪一间了。我喜欢我们家楼下，还有庙口有一间好像也不错，但是就是连锁那种，那叫什么？我在想，我想一下，黄色招牌，然后是连锁的，然后庙口里面有一间。第一次听到蛋肠，中部好像没有。基隆名产，大家以后去基隆你要吃吃看。还有公馆比较近，哎，结果不是木栅，而是公馆。嗯哼，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我只是考考大家而已。台中人没听过，嗯，居然。所以是真的北部才有，因为我也是去我姑姑家才有吃到的，就在基隆。台北我就没看过。居然，好酷哦！红线你跑去蓝线，平安可以带 Billfire 一起来吃，超爱 Billfire 的大家。那我们可能会把整间店坐满哦，我们有13个人。高雄也没听过，哇！今日最震惊。
我从小吃到大的卤味的料，居然只有在基隆才有。谢谢周颖的红玫瑰，谢谢曹子的眼睛也让重。曹祖有两个吃饭很多的饭，记得准备多点。谢谢曹子的眼睛也让重。吃菜，菜都在。你有点萝卜吗？有。有哦。哎、嗯欸，有哎、欸，我看到了。专业点、欸。我会准备 C 位给你跟佳丽，看你们对枪。谢谢吃后小敏的枫叶。嘿嘿。还有一堆白饭，我也会准备好。最近好像又突然很想吃炸牛排，我妈妈去吃。好。约你家里。好。还有彩杰。好。你家丽要不要请我们呀、啊？今天后来要别人请。干妈、啊。那是我的干妈啊，那不是你的。我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免费宅耶！叫个干妈就有饭吃，我还不叫爆啊！上周彩杰那文就是韩寒在你家吗？对啊，韩寒来看志龙。他说品牌你来店里我请你吃饭，怎么那么好。韩寒念书中出场度还是很高，各位如果你们这段时间想要听韩寒的事情，就欢迎来我这边或是佳丽那边，因为我们真的是每天都混在一起。品寒请客例子出钱，蹭饭可耻但有用，因为我最爱品涵。那你家没有空房间，你们可以过去当食客了。有啊，我们很常过去被请客，他们家真的是很好客的那种，就是做生意的吧，所以很好客，好客、哦、你不要笑我。他们说绿绿那个吗？绿巨人好客，好笑哦！我好像粉丝，对不起。那是阿元的梦幻星座，好笑、哦，好笑、哦。我觉得我好像人很差、欸，你人是蛮差的，乱讲。那你不要低下地板、哦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挡到你的脸。好、哦，你说面吗？抱歉。嗯，抱歉。哎、欸，对不起。你在帮我打马赛克哦。哎、欸，那你可以讲正词了。嗯，我是觉得啦，就是 TP 谁最可爱？邱品涵最可爱。都已经打马了，请你说实话。邱品涵最可爱。老实说，你最喜欢谁的脸？老实说，就脸的话，不讲个性。我帮你打码了，脸吗？那个人不会太开心。你说就脸而已吗？就脸而已，不加个性，不加熟不熟悉，纯脸吗？纯脸，我自己喜欢的样子吗？对，李梦辰、哦。不能给他听到这一句，他会太开心。李梦辰，我很喜欢李梦辰脸。哎、欸，等一下还没讲完，还、啊、没有讲完。就是因为他是那种比较艳的长相嘛，就我蛮喜欢、嗯，因为我自己是可爱长相，所以我蛮喜欢那种比较艳的长相。有点狐狸、okay. 狐狸的那种，小狐狸，就是有点猫眼， oh. 就是有个性。讲完了吗？蛮漂亮的，这样。蛮漂亮。好。哎、啊，李梦纯怎样？嗯，李梦纯要减肥啦。拔掉之后就开始毒舌。T B 谁最可爱？平衡吗？
老实说，李梦辰，李梦辰也最可爱的、啊，你说最可爱吗？最可爱，可爱的话很难选、欸，选三个，泪奇、小迪、平汉，你好王道哦，我好好就是，掉掉掉，这样吧，你要录镜了啦，请你拿到旁边吃。那大家有没有想问的？可以再找妈妈吃。最新马赛克，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的话是平安平安平安。哦，你这个的话就是没有打马赛克。摸摸鼻子要飞天了。我觉得这面要加这个汤汁。今天好多料，好棒。谁私底下习惯最不好？乱打乱打，你看，是踢片了吗？你看怎样？这样挡得到吗？然后立菜说话。等一下，我想一下，就会滴倒了。再来一点。我要想一下。看起来，因为你也不熟吧？不熟悉，那么就是卫生习惯什么的。但是练习的时候，谁垃圾会丢在那之类的？我想一下哦，那我先把这口吃掉。很难欸，是不是还好？大家好像都蛮有规矩的、啊。我也觉得，因为我们就是进来练习之后，就是都会教，其实我觉得一些礼貌什么的，所以我不觉得还不错。我不觉得大家会很真的很乱丢东西，就是至少我在公司看到都是好好的。谁的袜子最臭？这我没闻过，可能是我的。现在去拿来闻一下。哎、欸，我要吃了。好无聊游戏哦，笑死。好好玩哦。好好玩哦。那那个终极二选一怎么样？嗯，要不要来吗？这样伤感情。不会啊，不会伤感情。来。那那么犀利吗？嗯。李佳丽跟李彩杰，你说就什么部分？整个人吗？是不是很难选？很难呢、欸，因为有各个部，各个部分，对不对？好吧。谢谢博成的紫符守护灵。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哎、欸，大家很想听哎、欸，你们人很差哎、欸。就是要看血流成河就对了，是不是？你们就是要看血流成河，一定要啦、啊！谢谢柯基的真情告白，谢谢博成的爱心气球，你还有要吃吗？你吃完整个给我好不好？还要吃啊？好吧。怎么了吗？那怎么萝卜只有一个？还是你刚好吃？我没有啊。哎、欸，有水莲呢、欸。对啊。粉丝视角觉得你喊韩多一点，哪有啊？差不多嘛。哦、oh. oh.。可是我跟佳丽同组也很常，就是一起练习什么的，坐车。其实你最喜欢是 QQ。对 ，QQ 按摩超舒服。我跟你们说 QQ 按摩是真的很舒服，上次李彩杰要来我家，然后李佳丽是不是也想来，然后就说啊没关系，你们都不用 QQ 来就好。谢谢博成的爱心气球。天空眼镜来看一下什么特效，天框眼镜，随身听，随身听是吧？耳朵戴着随身听。
不要乱带吗？好哦，我连带。声音，然后好像连接到他们就没声音了。他们说你不要乱带。怎么好笑嘞？抱歉。你可以不要一时兴起吗？黑框眼睛。抱歉。他说很像在跟平安讲电话，那不是也不错吗？热线你和我啊，热线你和我。刚刚瞬间没声音。现在真的是一个很 chill， 我把你跟佳丽放在包包，不开心有你们在身旁，感觉真好，谢谢。我是不是反应要变快了啊？有吗？还好。还好吗？好吧。谢谢紫萱的爱心气球。很放得开哦，最近没有啦，大家就是我其实本人私底下这样康康的，可是你们一定要来看公演，会瞬间爱上我。公演我很漂亮可爱，对，大家不要只看直播的我，然后就不喜欢我哦。公演才是漂亮的我。大家一定要来看公演哦，很怕我在直播中毁了形象，大家就不喜欢我了，没有就没有无法圈粉这样。大家记得要来看公演，我公演跟现在是不同人，对，公演会直接爱上。好突然的澄清，今天真的很好笑。公演见啦，大家！不会啊，不同魅力都喜欢。谢谢阿豪的爱心气球。看直播就爱上，在直播被圈到的，哇！那你们可能当下鬼遮眼吧？他们被这个遮。你们被香菇遮啦，所以才看到直播就喜欢。
上全部打掉了。没关系啊，反正明天睡醒又是新的一天。对啊，很像钥匙圈。他们说都很像钥匙圈。那你干嘛买啊？浪费钱。你不是也买了吗？我没有啊，有类似的东西。我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你那边乱栽赃哎！我又不戴戒指的。是李佳丽吧？哦，李佳丽倒是蛮多的。啊、他的20岁生日礼物是，这可以讲吗？就戒指啊。哦，戒指。很高级的戒指。非常的闪闪发光呢，土豪，很厉害耶，我超羡慕的。加油！哎呦，小心！财富自由。我那时候看到说可以借我看一下嘛，这样才知道以后就是结婚的时候被送的是不是真的。老公压力大哎，还要很久以后啦。各位知道了吧？要取平安的话，就是你们懂的，闪闪发亮的东西。他秀过了，他秀过了，那就可以讲了。佳丽送一个给我，还是平安要送一个给我？他怎么可以免费仔啊？是谁啊？你可能找佳丽会比较快哦。正好。今天卤味是不是加了什么？好嗨！手电筒，哎，他们说要送我手电筒会发亮。哎，你的粉丝伴随偶像吗？你们也是神天，不是神。这免费仔啊，省钱呢。好啦，是可以啦。看来只能带品涵去看夜景了。荧光棒也会发亮。我送一个钻戒给你好了，让你跟家里平等。哎、欸，真的吗？那我护头要给你了。你今天很香哎、欸。真的吗？我没有在客气的哦。你今天很好笑。弹珠也闪闪发光，刚布。吃午餐了吗？我正在吃。那手就马上变现，晨晨买戒指了吗？哎，对，给户头到底是什么钻戒？给他地址才是吧？对，哎，你正姐阿华，你今天很聪明。他以前不聪明，手电筒也要钱，哪里省？我去路上捡碎玻璃瓶，还等我一下。哎、欸，那你要小心一点、喔。这个是谁？你要小心刮到。这是谁？哎、欸，我也没有要阻止他，我叫他小心刮刮到。你要捡的话，要小心一点。平涵待会去松烟树下挖，应该有不少戒指。真的吗？那你们要跟我再拿一棵树下来，跟我讲，要说清楚，不然松烟很大。我没有萝卜了，想吃萝卜，好贴心。小知识，拿台啤的碎酒瓶可以磨成绿宝石，真假的？真的吗？是真的吗？他们说可以磨成绿宝石。用什么？台啤的碎玻璃的瓶子。那我很多哎、欸。光泽像而已。是什么歌啊？这是你谁按的？感觉不像佳丽会按的。是你吧？这是很奇怪的外语歌哎。谢谢命的，他送我钻石哎。嗯，谢谢命的钻石很久远，谢谢命。这个里面居然有钻石，谢谢命送我钻石很久远。也感受到了。
他也嫁了吗？大家还不送嫁，钻戒来了，这样就可以这样命这样赚到、欸。谢谢阿元的掌声鼓励，谢谢阿元，谢谢柯基鱼的掌声鼓励。好啊，这首也可以，这首。嗯，好。谢谢 PP 的枫叶，谢谢幻影战士的爱心气球，谢谢幻影战士。这样就嫁了吗？突然雅思。阿华，你今天很聪明耶，阿华。哇，你今天嗑了什么药？你也吃卤味了吗？谢谢芝麻小米的 podcast， 哎，你成功让切换一下，不简单。好笑哎！你今天很聪明哦。刚才谁送 podcast？ 你嫁给他。谢谢新田的枫叶，谢谢祖贤二的枫叶。谁送 podcast 啊？我看一下。嫁给 podcast。吃货小米，吃货小米，恭喜恭喜，取消饼干。品涵嫁给我，那看诚意，看你诚意喽。看你们发配，大量发生。有什么好？很好笑。吃货小明取悦了你。我流眼泪了。哇！哎，我开始怀疑这个卤味是不是有上次是不是有报道说卤味里面放那个罂粟小子？我流眼泪了啦！等我一下，嗯，我真的好累哦。哪部分？笑到哭。笑哪部分啦、啊？我可以了解一下吗？我真的不，很困难呢、欸，今天。哎、欸，那我应该要架在上面吧？这样可以吗？他们说卤味老板偷加料。这样可以吗？让我冷静一下。反转一下，这样吗？不行啊。我想补个口红，我的口红都掉了。那你还有要吃吗？要啊。我以为我可以得到。再配上这个特效，看起来好像很喝腔的人。有人有口红了。好嘞。边化妆边看直播，笑到眉毛直接画歪。抱歉哦，吃货小米。Sorry， 吃货小米，拿棉花棒修一下。谢谢阿奇的行李箱。想吃豆皮，这家卤味以后要少吃，会上瘾。谢谢斯比奈鲁太阳的幸运四叶草。谢谢 LWJ 的枫叶。我现在笑到同事问你到底在笑什么，你就说笑你啊。
今天整个火力全开。好笑耶，叫你啊。等我一下啊，各位，我先把这口吞下去。好累，彻底飘掉。我在看品韩台吗？你有回你同事了吗？你不要还追踪我。我很好奇后续。今天跟我认识的平衡不太一样，那你之前可能都太不认识我了。怎么现在放一个这么浪漫的歌吗？不适合你的心境是吗？对啊，放一下 Twice。谢谢甜甜蜜棒糖的爱心气球。什么部分？现在在笑什么部分？笑你啊那边，好像很笑哎。今天品韩从气质女神变成卤味小天后。什么意思？卤味小天后是什么啊？真的很荒谬哎！火力腹黑样样来。你现在试图想挽回一些什么？我现在试图想挽回一些什么？来得及吗？Hello， 卤味小天后。Mina 都可以是仓鼠界的安室奈美惠了，卤味小天后还好吧？不是他，他一直都是仓鼠啊！你什么时候变这样？就跟玻璃一样回不来了。好啦，大家假日记得要来看我公演啦！还有人要去吗？不想挽回一些什么啊？就是反差才可爱嘛。现在不玩拼图没有？现在不玩拼图了。来不及，已经被同事打了。不要害人好不好？没有，是帮助大家跟同事拉近距离，好不好？没有吗？抱歉，有点太近了。拼图拆了吗？拼图还在。皮卡丘界的卤味小天后，拉近物理距离。Now about me， 你要、你看，你第三名，哎、你很厉害耶。不是我在说，谢谢大家。你还有要吃吗？你可以先拿去吃。那等一下就不会再回来了。买好了，哈。品韩以后可以考虑康康的人设。不是一直都是吗？我以为我一直都是、原来不是啊，人设都搞不清楚啊。原来不是啊。品韩拼拼图拼翻倒了，变成什么意思？必须特品韩，这是一定要的啦，小然。嗨，你好。这次周日公演不能去。没关系，大家也可以瞒一下我十一月的生写真好吗？也可以挽回一点形象。对，这次十一月生写真是非常气质的森林麋鹿小精灵，非常漂亮，跟现在直播的我长得完全不一样呢。对，应该是不同的人吧。大家如果
想看漂亮的平房的话，可以从这边下手，很划算哦，还有机会可以抽纸笔，所以大家一定要指定我。长发韩还是气质女神，11月 pass， 12月生日会见，期待周日 MC。平韩，我有买你一秒一秒约好的照片，谢谢你。先写那个已经迷路，所以剩下直播的这个。头发长度区分人格？没有，我舞台上舞台下也是不同人格，区分人格。对。脸上一样都有花，但很不一样。你今天说了几次谢谢你？几乎都谢谢我，也好开心。今天直播角度好奇怪哦，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整个人都怪怪的。而且他头上一朵花，看起来真的很呛。哎、欸，你来看我这个特效，我头上一朵花看起来真的很呛。我不要不要换一个特效啊？不用啦，今天就这样，你今天这个风格啊。谢谢乌麦的爱心气球，谢谢雪的枫叶。他们说不是角度的问题，真的吗？不是卤味就是角度，看是哪一个的问题。哦、真的是卤味的问题，卤味拉开就比较正常一点，好像是哎、欸。我现在正常多了。嗯，那家是哪一间？记起来。平衡考虑一下，握手会前吃一下这家卤味。应该是卤味的问题，药效退了。我喝个水，冷静一下。你刚才在嗨什么啊？到底？还是刚太饿了？我好像好了哎、欸，回来平常的。Oh. Hello， 大家好，你们有买生血了吗？记得来找我玩哦，啾咪。没有比较好吗？未买啊？什么还没买？好，这首好不好 ？Twice 啦 ，GFriend， 哦，我们的小女友 GFriend 解散了，切换不用忍了，可以笑了。他一直都没有在忍啊，你觉得他有在忍吗？他吃东西也没在忍、欸啊、玩游戏也没在忍。握手会剩下43张哦，大家可以赶快找我握手。回来突然好不习惯，谢谢木冬的枫叶。还真的未买生血？什么？赶快买。握手会这样是可以的吗？谢谢七诺维的枫叶。唉，好累哦，刚刚一直笑是真的很累。这次难得没有压线买，谢谢吃货小敏的 Pop Cat， 谢谢吃货小敏。今天整个超频发挥，我也觉得今天阿华好像超越了平常的实力耶。你今天也超频发挥，握手会带钻戒去找你等你哦，越大颗越好。我连生蛋梯都压线，谢谢 CG 九层塔的红玫瑰。谢谢佩佩的爱的小熊，谢谢佩佩，谢谢天气凉凉睡衣高长不想上班送的看好你哦，这样可以跟佳丽 PK 了，开心吗？他的蛮大颗的哦，要 PK 赢他就是你知道要大颗一点。谢
写天气凉凉睡衣高长不想上班送的看好你哦，他说我买一个比家里大的给你，真的吗？网络上的就真的网络上应该随便凉凉，你不要那么容易，我会期待哦。栗子的几克拉不知道耶，可是看起来蛮厉害的，很漂亮，是真的很漂亮，是我觉得算二十岁真的很珍贵的礼物，但好像平常可能二十岁不会得到这样。我想一下，我二十岁得到什么？二十岁是我去年生日，去年生日我得到什么？去年是21的吧？嗯，那就是前年，好像一件 T 恤嘞。哥哥送我一件那个《冰雪奇缘》的 T 恤。没问题，等我。谢谢摄影的 Popcat。你也笑太大声了吧？是啊，T 恤你也没在穿呢。谢谢阿元的 Popcat。公司姐姐检查礼物会不会吓死？落差感好大，永远搞不清楚自己几岁。讲到哥哥，我会想起那个脖子断掉的鸭。对耶，前十九岁收到鸭鸭鸭包，你不是觉得没有很实用吗？你有跟哥哥说吗？有啊。他说什么？他说他可以换领巾耶。谢谢，欢迎这次的爱心气球，谢谢哥哥的鸭鸭包。没有啦，哥哥对我很好。这什么歌？怎么马丁？怎么？哦，对，我想说怎么那么耳熟？弄错重点，可以剪下笑声当铃声了，好像可以耶。他妈剪你的笑声当铃声。嗯，那大家要取用这段笑声的话，麻烦给要付钱，借由你的笑声赚一笔。大家要取用这个直播档的话，请付钱，谢谢。谢谢柯基宇的告白气球。我现在要有商业脑啊，毕竟也21岁了嘛。我看到你很努力在练。今天直播角度真的很怪，等我一下哦，应该把这个拉高一点，这样。吃卤味压压惊，压压包很可爱。谢谢中影的 Popcat， 谢谢思豪的 Popcat。笑声也有版权的吗？当然咯，他可是切换呢，是我经营的艺人。你了解我？我觉得蛮可以吧，我觉得我蛮看好你的。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还轮得让我评论啊？我蛮看好你的，看好你哦。你哦。你要说谢谢平衡的看好你哦。谢谢平衡的看好你哦，我怎么听话？今天整个高度已经不一样，平衡的境界也不一样了，早就不一样了。你原来是经纪人，谢谢 CG 九层塔的看好你哦，谢谢佩佩的看好你哦。他现在很会送哎。谢谢中影的看好你哦，谢谢古早古早味的看好你哦，你们大家真的很厉害，你们很会就是配合我的话题，然后去挑礼物。谢谢林岩的看好你哦，谢谢阿华，谢谢樱桃猫，谢谢洛克的看好你哦，太多了吧，大家很会送哎，谢谢 LWJ 的看好你哦，谢谢柯基宇的看好你哦，谢谢阿元，谢谢大健，谢谢盛颖，谢谢逸晨，大家真的很看好他，看好你哎，不是，你要不要让大家失望哎。谢谢福福猫，谢谢蓝熊，谢谢天气凉凉不想上班的看好你哦，谢谢吃喝小米，谢谢四红，谢谢 Luz， 哇哦，大家很厉害耶，要笑是不是要回来了，这个卤味真是非常厉害呢，我真的非常看好这个卤味。谢谢 U 家的一封信，谢谢博威看好你哦，谢谢变成新鲜柠檬，谢谢拼和应援对策云鹤，谢谢浩毅的掌声鼓励，谢谢靠机遇的幸运四叶草，想看前往跳舞蜘蛛吗？
没有，我经营的艺人不走这个路线的。对啊，人要摆在对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就是不对？什么意思？我觉得你比较适合走搞笑路线。什么意思？我要经营搞笑艺人。你为什么局限我的路线？你要多方尝试，我也是不反对啦。飘婉切换毒蜘蛛，感觉会真的很毒哎、欸，会毒死的。眼睛有点毒，眼睛有点毒。平涵，等我钻戒，我等你哦。平涵可以牵我吗？金佑可以发展什么路线啊？我想一下，他比较适合做幕后吧，他感觉很有。生意头脑，企划，因为你感觉不行啊，你需要有人辅助你。好像是哎、欸，还是我以后开一间经纪公司啊？找到我新的目标了吗？方向？超晚切换公演第三，哎、欸，他们说你要跳那个，可以做你女友吗？我要对谁跳？大家可能会说不行哦，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女友？不行。等一下，你帮我唱一下，我帮你喊，预备开始。你要唱，可不可以让我？哎呦，一二三，不行啊，我要喊后面那个扣啊。我不会唱啊。那我用放的。你自己哼一下。我用放的。我不知道歌词啊。等我一下哦，我放一下。你要这么努力。可以做女友吗？平常做事都没这么积极啊，这个在这么积极在干什么？一定要啦、啊，我要当老板、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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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偷偷他走过？不要，还没吧？走得好，真的好适合沉默。不行，哎、欸，不行，哎、欸。找不到拍子，你们都怎么喊的啊？你们怎么喊的、啊？不行，这样吗？这边应该可以吧？嗯。我是二姐。你们乱喊了。这不行，那就不行好了。不要，我怎么都不在拍子上？等一下，我都不在拍子上哎。我是二姐、欸、真的在原来是二姐偶像，无法接受。真的痛。孤岛爬烧，不行，要很气。到底要在哪里喊啊？大家教我一下，你们都在哪里喊？还没。不行，这边干嘛？不行。是吗？是不是抓对了啦？也没有那么难嘛。对了对了，是不是？会了会了，没有那么难。大家如果是新粉丝的话，没有那么难，好不好？就是大概听个两次就会了。这边不是要继续喊？这边我不会喊。你要喊的。噔噔噔，谢谢嘉伟的掌声鼓励。不行，
找到了，我知道怎么喊了。大家周日，哎，周六，哎，我是周六还是周日？反正应该周五吧。没有，就自己，周五你自己去哪、啊、里公演是不是？公演啊！大家周末公演的时候不要喊错了哦。周日哦，是礼拜日啊，对啊，事情太多了，忘记，太忙了，太忙了。你看，我还要经营经纪公司，然后还要那个练习，太忙了。谢谢佩佩的红玫瑰，谢谢佩佩。好，大家周末公演记得来帮我加油，记得大声喊课哦。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下次直播见。拜拜，看到这样直接不念排名了，拜拜。不是吧？好啦，79月生血适合签号吗？我觉得他还是不要拍生血号了，赔钱，浪费成本。这么严苛。好啦，我要来先来念排名了啦，谢谢谢谢大家今天陪我闹，谢谢大家，是不是有首歌叫什么陪我闹？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哼一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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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谁的歌？没有吗？心脏蹦蹦跳，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说啊，哒哒哒哒哒。这不就是喵吗？哎，是吗？你怎么唱一唱？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不是啦，另一首。那你刚才哼的是这样吗？什么意思？好吧，那我现在念排名了。你乱搞，我没有乱搞，搞错，我搞错。大家有看阿汉吗？他里面有个角色叫做阮月娇，然后超好笑的。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搞错”。你学的蛮好，你再学一次，再学一次。我搞错，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阿汉的影片，我觉得很好笑。对啊，能不能继续陪我哭，陪我笑，陪我闹？对啊，我就记得有一首歌。那是什么歌？忘记了。你又搞错，快点！哎，你搞错。你学得很像，快！我要来念排名了，大家不要一直毁坏我形象。收，这个今天直播之后就会正常了。好，我现在来念排名。今天是要看日榜对不对？第十名阿琪，第九玉安，第八佩佩，第七金佑，第六中影，第五 Paksa， 第四柯基鱼，第三圣影，第二志宏，第一命。恭喜命还有志宏，圣影可以指定。我刚刚差点说命可以取了，他今天送了两个钻戒，恭喜命。今天真的口误率很高。嘿，抽个签哈，这个第四名是柯基鱼，恭喜您，大家可以开始指定了哟。今天超常发挥，我刚刚抽签的时候，其实有一度在想说哪个衰鬼要被我抽到还要想指定。所以其实大家心里是想说，大家是觉得是幸运还是衰啊？我真的蛮好奇大家的想法，应该还是蛮想要的吧？大家想说，不要抽到我，不要抽到我。谢谢嘉伟的爱心气球，今天形象真的乱搞，没有啦，觉得抽签抽到应该还是不错吧？是吗？柯基鱼可以指定喽，恭喜你被抽到。今天料多到蛮出来，就今天被抽到是柯基鱼，请问大家有把它放在眼里吗？没有啦，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恭喜柯基鱼，指定留下次。好的，没问题，谢谢无聊的掌声鼓励。形象整组坏光光，没有没有没有，周日公演会再就是回来，大家记得要指定我的生写真哦，还有我的握手会，目前剩下40几张，大家如果喜欢今天我呢，记得赶快去填一下哦。虽然今天的你握手会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但是我会看叫不叫得到自家卤味啦，那一天对，
上场前吃一下。他记得填墨手卷，指定穿鞋，然后下次直播见。对，还有可以现在可以指定了，谢谢拼汉应援会的麦克风。下次不是这样，我会不习惯。拜拜，曹风明。不是今天的品涵，我可不要这种概念吗？还是要一下啦。今天风格很可以，下次还有卤味吗？志宏指定炎夏粥，没有问题。可能当天搭配切红行效果会更好。哎、欸，你要不要打工啊？我走会。什么意思？跟我一起去啊！我一起去。那我要干嘛？在旁边陪我聊天啊。我陪聊员，那我先。对啊，你会发打工薪资给我吗？可以啊，我是你的经纪人，我帮你找工作机会。好像可以，这可能是我这阵子唯一的工作。下次心态要 reset， 握手会午餐就这家卤味了。品涵例外的计时吗？算时间，我的眉毛救回来了，今天超好笑，还好有救回来耶。他朋友想说怎么了？今天小米的眉毛怎么了？今天品涵换驾驶员吗？可能是哦，是不是我今天里面驾驶的不是原本的那个人？他是不是休假？那个脑筋急转弯。对，他是不是休假？哈，我的乐乐，乐乐去哪了？你的乐乐太多吧，是乐乐太多吧？你的悠悠呢？谢谢卡姆你的红玫瑰，被品涵亲手解决的眉毛，笑到画歪，是有这么歪是不是？哎、欸，叫他 tag 你。那个我想看欸，你有拍照吗？你有拍照眉毛吗？会不会他已经卸掉了？今天反应，然后再回来要给你看，然后再画一次。今天反应真的很快。没有啦，有你们快吗？乐乐，那他已经变耀耀了。哎，张爽很难受。阿华，你今天很厉害耶！那这是阿华，我觉得你今天也是吗？耀耀啊，你要唱一下啊。什么耀耀？耀耀。我是张韶涵，是啊，怎么唱？你太老了吧。要，哎、欸，你没有听过那我要要。你要不要真的笑歪？我重画了啦，会议中指定演一下，没有问题。那是要什么歌？你打张韶涵要要一定有。你打要要。我真的忘记他叫什么歌了，是不是有人打药药？快点快点，这结尾。是张韶涵吗？我记得不是张韶涵。没有啊。是。香水百合。不是不是不是。哪一首？我来找来找。欸、潘朵拉。对啊，你看就有没。你要要哦！谢谢子生的爱心气球。是那个子生吗？不是那个子生，不是香水。哦，要要要要！继续，继续啦！要要乱掉，乱掉。哎，还有哦！谢谢天气凉盘，掌声鼓励。哪里？等一下啊，不要急，你的药药有点药药太强喽。你不会唱是不是？我不会唱啊。
吧，伊恩。好，等你握手会给我钻戒。我要要钻戒，我要要。哎、欸，他没有也可以去握你啊，你不要给人家压力。是啦，没有也可以握啦。现在是四十几张哦，要买要快。要买要快。要要要要。谢谢吃喝小米的 podcast， 谢谢阿华的眼睛也那么重。他就一直重复而已。抱抱。别乱叫。他就是在跟你说别乱叫。真的没有人要指定吗？我今天这样不指定是不是？好、哦。那你就学他这样，这边。哎、欸，我指定了，你怎么不理我？今天图也有个包包，今天直播好多精华。大家如果没有指定，我要下播了哦。指定锵锵三连拍，一、二、三，可以吗？够强吧，因为不知道指定会歪成什么样子。太快了吗？好，我刚做了什么？没忘记。锵锵，然后还有什么？我刚接着做了什么？好，第三个，白眼，傻眼啊！第二个是。可以吗？这种有点有损形象的事，我们就不要持续太久。太快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毕竟我还是个土味小公主、小天后，是要不要一点形象的？这首歌结束。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偶像，听个 Twice。还是要很漂亮的结尾哦，各位。期待的粉丝，期待周末，大家还有礼拜三的记者会，大家记得要多多留言，在现场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加油哦。干嘛？小小学了一下。MC 继续看，我没有，我公演都回归正常了。我可是偶像呢，大家不要把我玩坏好不好？那如果今天没有指定的话，就留到下一次喽。大家记得指定的三写真，还有登记握手券。那下次直播见啦，拜拜。公演要喊卤味小天后，哎、欸，先不用，卤味小天就先不用了，有点害羞。拜拜。下次直播见。喂妈，我的卤味在哪里？拜拜！祝大家这个这一周上班加油。情绪调整回来，好哟，拜拜。
谢大家。拜拜，谢谢 Rose 的爱心气球，拜拜。